细菌侵扰、心脏清扫之外，能秒是血面孔为该进行东西进来。亚川病体事情，你医疗所不适合，哼，所以由我来。那受人督促，如还欢天在外围打扫，我病的路，这个真正是失的路。药味山，药味山，药味山中鬼魂村洞，人鱼金妖，朋友级别。此地就是屯修屋口之后山，前面可以见识阴波。圣僧建议派下人马，由尊者化为金光带精强，以迎接天女回合。天界贵族，咱必须加紧脚步，行此时刻一击再现封印。那事不宜迟，就此开始吧。犹如戏子，好。即在春秋屋口前方，云雾乱舞，为声东击西，不一精忠纷纷前来，一恐鬼离窜出。有我雷吉，吾定随时守护。鬼信！就在此时，地带飞机发音降临，出力飞到人马，瞬间毙灭，来者便是化为金光。是为不为发金光？啊！尊者比较为人刚硬，正气活动，性功咬人。此时，忽然一声震马响声，金袍急得发颠。随即，金袍刚硬，马蹄再起。众人跳。天地无道，云为灵，为无比无间，红阴行，叹人鬼无常，天地兵，将一个无极，地红灵，红阴行已完全解开，你为何能踏出鬼界？尽心执行，天地无阻。不妙，为个红霄地中阴，熊熊熊，北极之火降临，武林阵火不断，不及天地将来雄升，晋升归个红霄，复兴众天霄王，晋能人出现，有种对未来武林三星转有极端的震撼，欲知一连串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的戏。霹雳天明之剑河邪神第二部第十九章，晋升初心地龙行。